是超级美，就是很顺腿型。然后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内松紧的部分是有弹，是有弹性的，它是直接做这种松紧。对，因为白裤大家很多，但是要显瘦的版型真的是会很少，白裤会很胖。对，然后这个奶昔白裤真的超级瘦，这是我们的制定款，这样的话是夏天可以穿的，就是它的厚薄度是刚好，但是又不会到太薄，因为太薄的话会显腿型。然后像这个是有分量，所以看起来腿会超直。然后它是那种小直筒的版型，直筒然后偏合身。裤管的地方，就是我现在是穿 L 号，然后那个圆圆是穿 S 号，然后裤管的地方是有比较窄，所以看起来那个脚最瘦的地方会更细，是整个超级顺腿，然后一样是有弹性的哦，它是有弹性，它不是说整个没有弹性，对，中高腰，然后所以它超级包覆，因为像我刚生完，其实还有肚子还有很多肉，所以它其实很修饰外侧线，我觉得就是特别就是外侧线真的超级美的。对，像奶昔白其实配这种外侧线的话真的很美，很特别。那看一下后面，因为它这一件是完全就是我觉得是极度修饰整个大腿跟那个屁股，主要是肚子应该不会觉得很勒肉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会。因为有些就是牛仔裤你穿久了就觉得这边好紧了，这件完全不会。对，然后像这种配我们整身给大家看，配奶昔白裤我觉得也超级好看，就是其实奶昔白裤像很好搭，对，真的是完全不用想穿搭。